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只飞鼠趴在树梢上，一下子吃嫩芽，一下子啃食花苞，两颗眼睛圆滚滚又水汪汪，大袋樱花餐的模样全被镜头捕捉，令南投山林溪园区惊奇不已，带来看段现场情况。樱花魅力无法挡，连飞鼠都来尝一尝。山林溪园区约1500株的粉红春寒樱及雾社樱沿着溪畔盛开，交织出仙境般的樱花和美景。不仅民众喜爱，俗称飞鼠的白面无鼠及鸟儿也前来觅食。游客见教客现身，爱不释手，纷纷抢拍。粉红色樱花开花的状况大概已经接近80%左右了。那白色的雾社樱的话呢，目前大约20%左右。那白色雾社樱预计在下礼拜呢，大概也会到达60-70%的开花状况。园区估计樱花美景盛开到3月中旬，也提醒若巧遇动物们不要靠近干扰它们栖息，共同维护这难得一见的美景。